诸行的法器里面一直给成佛。来，南无有书琉璃光如来第十二台湾愿我来世得菩提的时候，老幼情众生身躯无啥通好穿，乃至呢蚊啊、虫、寒、热，拢咧找伊麻烦。这种的受苦众生，各位你也想看牛啊，迄牛也好啊，动物逐天身躯叫蚊啊、叮啊、跳蚤、蛾，也是类似这个啦。啊，包括会较善起来的人，所以若有法度听闻有师父的名，至心清念，随伊所爱的物件，拢有法度得到同好的衫。乃至庄严的物件、音乐、香火，拢可以满足，一定离开种种的痛苦、烦恼，一定该幸福。所以来，咱即马来念药师佛的名号，好唔好啊？啊，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好，咱呢知药师佛门诶。主比本愿了、啊、所以咱今嘛，你别来修这个药师仪轨，所以大家升起大慈悲心啊，请药师佛。我前面点了一个药粉，各位，如果你没有药粉，你就去中药店买那个药粉就好了。中药店的药粉一点就燃了啊，乃至你加一点檀香粉，那更慈悲，点了就变成药香了。然后呢，你念念药师仪轨，供养佛以后。祖先也要绕一绕，好不好啊？然后你儿子要出门，来来来，绕一下，希望你身上没有这些病魂。所以各位，与其天天吃药，还不如经常不吃药。所以以前老和尚都教我们，你去看中药，医生给你九包药，你就拿一包出来布施吧。搞不好你布施一包，后面好几包都不用吃了。好了，如果你天天往肚子吃，不会好啊。你还不如布施。对不对？布施其中一包，所以各位可以加一点药粉、中药粉，然后这样布施，所以这个叫三力成就。念一下自力，所以各位有悲心想了众生苦；他力，我们念药师佛的名字仪轨；法力，哦，我们为他们点灯、布施药、放生，又做施食，好多的力量啊！这样来回向药师七佛，我们念一遍。平常各位可以。佛号可以念三遍啊！来，南无善名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智严光阴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我找一个医生，他很出名，我说你帮我配一个药，全身痛啊，痛得要死，还流血。医生就看我，你这么可怜吗？不是啦，我替人家要的啦，因为那些动物被扒皮啊，人被杀动，我要这个药来做这个。医生一听，那不要收钱，不要收钱。我说医生，你也有功德，叫最强烈的止痛药。然后我烧了，我每次都给他放一点在上面，布施给他们，因为他们好可怜啊。好，药师记来，药师如来琉璃光，愿王庄严无等伦，无边行愿力有情，各随所求皆不退。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奉请十二药叉大将，奉请工比罗大将，奉请伐折罗大将，奉请明契罗大将，奉请安底罗大将，奉请额尼罗大将，奉请山底罗大将，奉请因达罗大将，奉请波依罗大将，奉请摩虎罗大将，奉请真达罗大将，奉请昭度罗大将，奉请披坚罗大将。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
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把药宝拿起来，现在念嗡阿哄，念嗡阿哄就变成他什么病就变什么药啊。哦，这个众生他什么病就变成什么，而且无量无边。念一下，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我刚刚除了加药，又在上面加米，米烧的那味道又特别香，加一些饼干呢、啊，我、哦、再放上面。以后各位在家里做好不好？以后你去，我去你家，什么都不用招待我，就在门口点一个这个，我就说好、哎，你慈悲啊。因为这样就是慈悲，就是供养最好的方法啊，众生欢喜啊，所以大家要这样来，一心祈请，一心祈请药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地上王菩萨，地上王菩萨，准提菩萨，准提菩萨，力度母菩萨，力度母，诸尊菩萨，诸尊，摩诃萨，摩诃萨。一心祈请，一心祈请啊！奇婆神医，奇婆啊！佛陀的医生现在在天上啊！华陀仙翁，华陀仙翁，孙思邈神医，孙思邈，愿慈悲医生，愿慈悲加持病苦众生，加持病苦。一心祈请，一心神农大帝，神农大帝，保生大帝，保生大帝。这个福建人的拜保生大帝，他是医神，事实上他是药师佛的化身，所以来诸大神明。诸大慈悲加持，慈悲加持，一心祈请，一心祈请，乌巴库尊者，乌巴库，希瓦利尊者，希瓦利，龙婆陀尊者，龙婆陀尊者，鉴真大和尚，鉴真大和尚，海灯大法师，海灯大，愿祖师大德，愿祖慈悲加持，慈悲加持，很多祖师都是有发这个药师佛的本愿的，哦，虽然他舍报了，你提醒他，他会不会加持啊？那会加持的，所以然后我们祈请了所有护法，整个最好的医生最好都来了，加上我们的药，好了，我们现在念药师咒布施给他们。那各位你要观想爸爸妈妈在面前哦，然后呢所有众生受苦的、贫穷的、病苦的，都是爸爸妈妈堕胎胎儿动物，现在我们真的有药布施给他们来。南无本觉梵提毗沙僧俱卢毗琉璃婆诃婆诃那奢耶当他揭多耶或来我地三藐三菩多耶当知他唵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本觉梵提毗沙僧俱卢毗琉璃婆诃婆诃那奢耶当他揭多耶或来我地三藐三菩多耶当知他唵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本觉梵提毗沙僧俱卢毗琉璃婆诃婆诃那奢耶当他揭多耶唵来我地三藐三菩陀耶达智他唵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三摩揭谛娑诃。好，现在要把这个药拿到外面，等一下从中间走过去的时候，你们也感觉到这个药都到你身上，好不好啊？身上的病苦消除啊，要这样观想，药师佛心咒，第二他，第二他，嗡嗡，别看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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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别看见，马哈别看见，让着，让着，三摩嘎对，三摩嘎对，说哈，各位修行要有这个悲心呐、啊，对不对？看到牌位，他既然是要消灾，我们要一定帮他消灾；他既然要超度，我们就要帮他超度。事实上，你要超度你自己啦。消灾你自己啦，要帮助别人。好，现在要念消病咒，是吧？各位把药放在你自己生病的地方，好不好啊？帮谁不生病？众生啊，你不要讲自己啊。我心脏不好，所以我放在心脏，所有心脏病不好的都好起来，好不好啊？我胃不好，我放在胃，愿所有胃痛的都好起来。那你这样好得快，好不好啊？帮助别人就帮助自己，所以念消病咒来。嗡是你的是你的君长的上摩诃，嗡是你的是你的君长的上摩诃，嗡是你的是你的君长的上摩诃。好，各位把药包往后面传，那我们会用盘子放在往生牌位，布施给那些众生。
我希望各位在美国如果闲闲没事干，你就在你家里后花园种一点药草，好不好啊？芦苇啊，什么什么，就是反正各种草很多都可以疫病的嘛，对不对？然后它成熟以后，你把它收下来，做烟供的时候把它烧掉，好不好啊？那个最香了、啊，最香，直接烧药草啊，最香了、啊，啊，那个香草的味道，除病的，对不对？那个你如果你愿意进一步再研究什么病用什么药草，在你家后面种一些，好不好？布施给众生呢、啊，啊，太慈悲了。乃至你如果在家里烧小小的，你都可以把你那个收下来的药切成片，对不对？也还有点湿湿的最好，因为它一烧啊，它那个药味很强啊，薄荷的啊，什么样是止血的啊，止酸痛的啊，古时候都是这些中药都是药草做的啊，或者你直接买药粉，买药粉啊，以后你做熟了，在门口就开一个药师诊所。你告诉他方法，你不是直接医他的病，叫他拜佛念药师佛，叫他做做药供 ，OK， 病好了。医生只是个助缘而已，但是世间人不懂，所以生病的三个主要原因，背一下最重的来：业力，第二个鬼神，第三个四大不调。这佛经说呢，生病就是三个原因，医生只有针对这个四大不调，在帮你吃吃药调整。真正的力是业力，业就是造恶业啊，杀生吃肉啊，造的恶业；贪嗔痴造的恶业。所以业力你一定要忏悔啊，拜三昧水忏啊，拜佛啊，念解冤偈啊，要忏悔。鬼神要超度，你鬼神不超度，把你全身的器官都割掉了，你还是病。这个鬼神就像癌细胞会转移的哦，你把我开刀，那我就转到你的骨头里面去啊！所以鬼神你一定要超度。那怎么超度？比如说你经常胃痛，或是你腰很痛，你等一下写黄色的牌位要怎么写呢？造成我腰痛的冤亲债主，你要这样写啊。然后你请法师帮他取个名字，对不对？心脏不好取名叫慈心呢、啊，对不对？胃不好取名叫福胃啊。对不对？腿不好取的叫右腿啊，啊，因为你取个名字就好了，帮他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你要帮他做功德，他超度了，你还会痛吗？就像悟达国师被那个造错附身，对不对？啊，观音菩萨是那个尊者撒个甘露慈悲三昧水，超度了，对不对？人面疮就不见了，这个很重要，但是西方人不懂了这个，猛开刀，猛开刀。所以各位呢，一生病，第一个要忏悔。第二个呢，超度造成病苦的冤亲债主，然后你去吃个药运动，那搞不好就好了。或是那段时间不要吃肉，改成吃素食啊，有机饮食啊，晒晒太阳啊，你就发觉医生说，哎，你那个瘤不见了，真是如此。佛教的感应不可思议啊！你千万不要急啊！如果你把生病当作修行也很好哦，生病让你相信因果，所以要好好忏悔。生病让你觉得有一个我在生病，我就是怕苦，所以这个我执没有空性，所以你要多读心经啊，思维空性。生病可以让你修大悲心哦，你才知道有身体这么痛苦，所以愿代众生受无量苦啊！我为众生来诵经拜佛啊，我回向啊，你这样以后癌症就好了，病苦好了，所以生病好不好啊？啊，生病也好，没生病也好，反正都是假的，这个叫空性啊。那有生病，我就知道众生病苦啊，所以这也很好。所以各位，妈妈生病，你做女儿的替她吃素放生，妈妈会不会好？会啊。原来我们努力修行，父母也会好，祖先也好，众生也好。但是各位，你说我都不用生病，我说不要修，那你太不慈悲了。你每天要修一遍药师仪轨。为什么？你走在路上，凡是生病的看到你，你都回向给他，因为你身上有力量，了解吗？因为你一直不施药，所以你可以回向生病了。你一直不施食物，回向给穷人；你一直不施钱，回向给贫穷人。你如果不施钱，你就是个财神，你走到哪里，人家就看到你会发财，因为你身上有这个善业。如果你再慈悲一点，每颗米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个往生咒，念一个药师咒，那边有车祸，你这边撒几颗，那边不会再有车祸了。当然有时候为了换门，他强调的是
对现世的福报，有钱没破病，生活。